我们在一起就是向往的生活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本期看点。好，嗯，哎呦，我的天，没品牌吧？怎么这么黏啊？跟我说，爱情在心中，爱情在大闹大闹，心火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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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的芳名都成。他娘跟刘峰，哎，也会说折磨。哎，就是曼远村的乡亲们，我们今天要离开曼远了，再见，拜拜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仑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仑苏冠名播出的《向往的生活》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，上百度搜小度，零元体验小度智能屏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5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5G 生活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，提醒您前情回顾。我永远不分离。我们一家四口敬一下乡亲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碎碎碎碎！我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来跟你们再聚。好，谢谢何老师。咱们录到这会儿，突然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。妹妹，你们好了吗？好，我们是不是要扫地去？耶。这大中午下地收菜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觉得你确实得锻炼锻炼。对，每次来都告诉锻炼，每年过来军训来的，我说你。不知道那些动物还在不在？还会是那些吗？不知道，也没准他们就拍完一期就给吃了。给吃了，你这太可爱了。哇，满眼绿。 OK, stop here。 带儿子来参加节目的最大的好处是有人给地包。小桥流水人家。我现在环视四周，我在想我下午有可能会要干什么活。想要去打扫的走。哇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来相会。哇，我的丹丹啊，我的巴图啊。哇，这是郑军哥，认识。嗯，这狼哥。狼哥好。妹妹你好，宝贝。我来吧。你好，那是许光汉。那是欧阳娜娜。丹丹姐你好，宝贝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呀？老年人就是这样，就怕晚。拍戏永远跟场工一起到。我亲爱的姐姐呀，亲爱的弟弟呀，很想你们了。哎呀妈呀，你去干活去吧。不寒暄了，我直接就去干活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巴图真的一口水都没喝上就来干活。我来了，我跟黄老师拥抱了一下就来了，就开始干活，纯粹打工来的。我们参加的是向往的生活，巴图参加的可是变形记啊。是就开始扫这条街是吗？对，往那边扫。两个妹妹在这一段，我们从这里往那边扫。对对对对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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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是一个非常不阴凉的那个管辖区域嘛。
我们管太阳底下。哇，哇塞！把阴凉的留给妹妹们。人生啊！哎，来吧。哎呦！我感觉我每年过来是来军训的。真的晒这个吗？这一段。穿白衣服的干活的，穿黑衣服的都坐着歇着。郑军，你哪年的？我六七的。哎呦，他比你还大一岁呢。对，我比他大一岁。哇，蛋蛋，你真显年轻哎。哎。不是，你显得成熟。这接狼哥接不了。狼哥，狼里个狼。但你真的，他真显年轻。锻炼了，锻炼了。啊、哦，他起来刚才那是打坐。哦，哎，我看看啊、哦，你看，你这样可以，你可以把这个脚后跟顶在这儿。对，你右脚这脚后跟顶在这儿，会阴的地方，然后这脚。哦，对，我先这样试试打坐哈。我老听人家说打坐，打坐特别好，是吧？我为什么开始呢？原来我，神经衰弱，睡不好觉，然后有点焦虑。后来打坐之后啥毛病都没有，什么时候随时睡。哦，他太厉害了，他是六七年，六七年的，他已经五十，他比你大几岁啊？他比我大七岁啊。这是我大哥江湖上。丹姐是说啥都能接得上，是吧？比大几岁，大七岁，不就都不在想的。说的非常自信。主要是大丹姐一算，六零到六七，差七岁，差七岁，差七岁。咱们这几个五十的讨论养生的事儿。我还不到五十啊，不跟你们聊这些没有意思的事儿，我去造去了。你这个村里的年轻人，我早晨还是保持一定配速的奔跑，可以可以，显示了说年轻的体质，中年危机，中年危机，为什么跑？就是中年危机，对，就怕老，对对，因为孩子太小了，就真的，我那天还想了，说出去参加个什么体育活动，跑个步，打个篮球，你都没劲儿，你都跑都跑不动，你别看你比我小，十几啊，我比你小九十一。你比我小十一岁，但是你过的是我儿子，咱俩等于不同代，因为我的孙子两岁半。妈，你让孩子，对，你这么说就对了。孩子，丹姐，我是你家老幺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我能叫什么哥吗？可以。他辈分必须在黄老师前面。大哥，哥哥们，我们敬一下妈咪吧。当然，妈咪。哎，大哥。兄弟们，忽然就妈，你说的对。回来了，我们回来喽！哎，辛苦你们了，辛苦了。哦，哥，你喝吗？刚喝了一个，喝了一个啥？特仑苏。香醇浓郁，冰的超好喝。哎呀，不能吃了，不能要了这个。你确定吗？不能要了，那这几张了？这扔了，扔了。确定啊？这我看，这我看。烂了，这里面都烂了。齁甜，一边说不能要了，一边大叔你尝一口，这你就可以这么咬咬就扔。不是说不能要了吗？不好吃。
哇！这妈妈说，如果我中毒了，儿子必须跟着我一起。要是不是你忘了，就忘了上一季你哇哇吐的时候了。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吃了？就是它里面已经烂了，其实它已经都有那个。对对对对，黄老师也这么说的。先不能要了。但我们小时候吃的全是坏的，对对对，买的烂梨，对，一毛钱一撮，也长大了，对，是不是？也挺健康，也会生儿子，嗨，生的还挺好，生的还挺好，白白胖胖，智力有点问题，除了智力，除了智力有点问题，看着没什么太大毛病，跟这菠萝似的。跟这菠萝里边芯儿是坏的，那不也是捧在手里了好几口？先不能要了，芯儿不要，是这意思吗？然后这是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这不要了，对。哎呦，这芯儿给我，太硬了，撒吧一下是吗？干干着吃了，嗯。太甜了，丹姐是真会过日子，真省，啥都不能扔，芯儿别扔，我吃。这简直是跟垃圾桶抢活，你把垃圾桶收了吧。让妈站着，说妈，你把垃圾桶吃了吧。啊，笑死了。嗯，好，嗯，哎呦，我嘿呦，丹丹，我的丹丹，我的丹丹，没进牌吧？没进。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一代表演艺术家端着个菠萝，说着话流着哈喇子，还险些掉在盘里。哎，巴图，哎，你先帮我干点这事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双皮奶，帮我拿拿。干嘛？给他们先吃点零食去。哦，嗨，这些都能吃吗？对对对对对。我弄了点特仑苏牛奶做的特仑苏美食。哇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哇，炸的，然后这个对，妈妈自己做的双皮奶。天哪，好厉害呀，黄老师，太专业了。我觉得黄老师你都可以出一个特仑苏的美食菜谱。冰普洱加特仑苏，炸鲜奶，对，巨好吃。就我吃过最好吃的姜汁撞奶，黄老师用特仑苏做的奶粥好酷哦，叫泡鲁达。哇，有冰沙，有冰棍、哦，干杯！干冰，快把小姑娘们都叫出来吧。来了，太香了。嗯，一人来一个。哇，好吃吗？嗯，快吃。好吃的，嗯，你干什么？好像你刚好像是，嗯，尝了一口，嗯，好吃的。小杜，小杜，在呢。我觉得要同桌的你，因为正好狼哥在，然后他要演过同桌的你。不行，狼哥一会儿就走了。哦，一会儿就演可以。啊，那我们一会儿就演。对对对。
然后你们可以唱二部，三个人。两个女生来了，老师们拉预备起。老师们都已上不去。三个人一起拉了啊！来，那你怎么办？我帮你拉。子枫，你声音再放出来一点点啊！咱先唱一段，把词要记好，你就直接唱了。老师们拉预备起。OK， 大差不差，看我手势了。好。侯老师。妈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才艺表演，我们要那个欢送一下我们前辈们。这歌我应该很熟吧？熟。来吧，你们，你们去听节目去。得嘞，嘿。你们请坐好。好好好，坐。关汉也坐。好。紧张。坐着，咱们俩排排坐吧。哎呀。OK。OK。好。行，我们开始了啊。好。为了欢送他们非常崇拜的音乐人，这个郎哥和郑哥，拿张纸。哦，对，好的，会哭的你。那个，为了欢送你们，孩子们特别为你们排了一个才艺表演。表演者娜娜、子枫和巴图，指挥宋丹丹。来。预备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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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尔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，谁去了都愁善感的你，谁看了你的日记，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为你做的嫁衣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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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你送到五道口，回子莲吧。得嘞，我说回子莲啊，回来，拜拜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好。拜拜拜拜，留步留步，拜拜拜拜，可以留步了，拜拜。再见。亲爱的魔物屋的小伙伴们，第二次来做客，终于让我放下了偶像包袱。我们像家人一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，在这么艰难的岁月，深深地埋在心底。谢谢你们传递了爱与温暖。老狼，2020，我要做像黄磊、何炅一样善良乐观的人，做更好的自己。这首歌献给九号台的郑先生。今儿早上是我最近打的最好的一座。如其所示的活着，我的亲呐、啊，跟老朋友欢聚，跟新朋友相识，开心开心，多么美好的生活！2020年，我要活得更放松，希望能有益于别人。平淡简单的幸福，我想这就是我向往的生活。关汉，小心手刺。2020，我要简单的做我更好的自己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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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不然我本来应该跟他们一同离去的。拜拜，欢迎再回来。感觉我也融入了这个家里。又来蘑菇了，为什么老请我来呢？我这么难伺候。疯了。
我好热，我好热呀、啊！我这也太热了，呜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地上，这地上这个石子是所有箱子的杀手啊！我的小龟龟，这没有走到那儿就被晒干了。腰有点疼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条路还要走很远吗？可能直接走到蘑菇屋门口，我就紫外线过敏了，就去睡觉去了。明天早上见，朋友们。你们蘑菇屋的这个路是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长，是为什么呢？太累了。太可怕了，还是没有人迎接。嗯，陈赫来了，有没有人？哼，来，咱俩接着聊，咱俩接着聊，他根本就不理他。有没有人？可以啊，这个地方就不看了，让他自己在那演，就不看了。这是丹丹姐吧？有人来了，来了，贺哥，动霸团，哎呀，我们说就根本就不理你，完全不理，就是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边我又很热情，这边就是完全是一透明那个状态，千算万算没有想到这一步啊，贺贺呀，啊，来霍霍你呢。来，黄老师，丹丹姐，又带了个小乌龟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就那叫拓是吧？哎，叫拓，你怎么知道叫拓？你们动漫？对对对对，丹丹姐。娘娘娘娘娘，好久没见。哇，真好。哎，我把这我给你拿去。哎，对对对，动漫一个人太孤独嘛，对不对？得有个拓得陪着。啊、嗯。他贺舅舅来了。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又来了。你们蘑菇是为什么要我来捉你们呢？哎呀哎呀哎呀呀！他舅舅来了，子枫，舅舅，贺哥，你昨天不在太可惜了。你看，这就对了吗？对呀，你们刚吃过饭？刚吃完。你是饿吗？我也不饿，我就等着晚上那一顿，就盼你就在这喝会儿茶，一会儿就结束了，今儿就杀青了。对。哎呀，太舍不得了。哎呀，真是。这一季结束真快。这一季快不快不知道，反正这一集是很快。哎呀呀呀呀！笑给我笑翻了，这么草率吗？这么草率吗？总得吃一顿啊！每天来，每次来我都为了那一顿呢，还有那早上那一顿。真的真的，今晚什么准备？没啥都没弄呢，你说啥都没弄不行啊？哎，十全大补汤3.0，3.0。真的，我想过了，一路上看过来，有椰子，做一个海南椰子鸡，上海椰子冻，北京椰子牛，江西椰子螺，今晚做一个全部椰子宴。啊，椰子，你可以你摘一个吧，一会儿。没有储备吗？没储备。是什么时候对他下手的？陈赫老说这番鸭特别好，太好了。番鸭炖芋头，你知道福建名菜那种，芋头和番鸭在一起。他一来了就点菜，真的。你在家你都没吃饱过，看样子你这个俩孩子给你累的。做的太好了，是吧？黄老师做太好了，太厉害了。其实还蛮大的，我们这做应该可以。好，然后。可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摇吗？给你们摇吗？摇摇，我来给你摇下去了。走，摇哇，好舒服啊！我的宝贝，闭上眼睛，睡呀嘛，睡在梦中。
觉得这个比现在躺在床上舒服，对，因为床上现在有好刺的样子，主要这还能摇一摇。睁着眼睛和闭着眼睛的感受不一样，嗯，你闭上眼睛那个空间感会变，对。太好看了，他们俩。咱俩一会儿也走啊！让何老师给我们聊。陈赫楼八图俩太火了。惊悚恐怖油腻特别美。哎呦我给你好萌乐的。点到笑去了。疯了。哎呦我给你好萌乐。疼过又中了点了笑穴。就戳到了你的点吗？对对对，疼吗？我觉得睡着了。嗯，你睡了吗？睡了一觉，我感觉。你们俩可以回屋睡一会儿，我觉得可以睡一小时，不过还在长身体呢。对。要不这样，咱们都去睡一会儿。好，好，睡个午觉。走，都睡一会儿。小杜啊，我在。打开扫地机器人。好的。哟，它可以控制电器。它有很多很多家电都可以通过小杜来进行语音控制，而且这是那个小杜，我们家那个小杜的弟弟，你看他的红外版。小杜啊，在的。关掉扫地机器人。好的。他能回去 啊，他回去，他自己回充电座去，着急。这个好啊。赫赫，你既然来了，你给他做个罐呗。这个搁两只有点挤。不行，这小呢，他们。他这将来还得长呢，这玩意儿长得快着呢。龟也长了，化石真的长，龟真长挺快的。长得快，三天以后就放不下。哎，巴图正好也擅长做手工。我觉得这样真的可以。哎，那你们俩赶紧吧。行，来得及，没事。咱们进屋躺着看他俩能耗到什么程度啊？哎呀，你进来干嘛呀？看一看嘛，看一看。你去做陶罐去。做陶去吗，赫赫老师？其实我个人是认为，啊，他们俩现在的这个 size 哈，太合适了。知不知道乌龟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，它有多么的难？乌龟讲的是养生，对吧？它是一种龟息，就不能动。不要动，对，动了就违背它的那个，它就不是龟了，它就变兔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变成就是快的东西，它就得慢，是吧？重在龟息。哎呀，哎，人家客人来都是热情的接待，对，陈赫来了，我们回屋睡觉了。哎呀，太舒服了。哦，这袋够长的宝贝，长得很长，我只能绑住，我脖子就没法往后。我觉得这其实挺长。
是粉色的。欢迎你跟我姐妹走。你做过桃吗？没有。我也没做过桃，那得多吓人呢、啊、咱们俩。啊，一点都不吓人，你不想试试吗？可以。行，现在四点也差不多了。陶陶艺，哎呦喂，哎呀，好了那我的东北的波尼巴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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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结石啊，我们俗称肾结石，这个东西过于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这么粘啊？怎么比我想象中粘那么多？感觉跟我想象中不是很一样。你有一只手还没有用是吗？对，你可真够不投入的，我脚都快上进去了。你想啊，现在四点多了，嗯，我们俩弄半天，可能到七点多，黄老师菜做好了，能等吗？也不礼貌。嗯，就包起来吧。咱们就糊在上面，变成一个铁桃。那就这样吧，可以。猜，大铁桃，然后说你看我们这个做的多均匀。对呀、啊，我妈等会儿见着了肯定说，哎呦你们这做的真好，奇材，旷世奇材。我跟你说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哈，一定不能留白，留白就是露馅儿。对，咱那活得细了哈。对，咱们俩可以做个这个，做个饼，是这耳朵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做外面的雕花，咱们弄一个纹路啊，要流线型，就是螺旋状，螺旋状，太漂亮了，哎，龙鳞，这是。我觉得咱们这做好了，可以以假乱真，这可以得奖，我跟你说，完大师都鉴定不出来。我也醒了。我不知道我是做梦还是什么，昨晚我们俩一起在嘿嘿嘿，很逼真。你快点去换上，好，来个小 T。准备好接受热辣辣的阳光。有人出来，赶紧糊！有人出来了，赶紧糊！快快快，大概先糊一下，快快！你先糊上，再那个玩儿，先不留白，先不留白，赶紧歪了歪了，快快快！藏着。听俩人聊的倍儿好，我特期待他俩做出一个罐子是啥样。这俩人。怎么样啊？少不少泥巴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厉害呀！是不是？你看娜娜觉得好厉害，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那我们还是有东西的，有东西。啊，这个是你们弄出来的？厉害吧？那这个是哪个部分？就是说，就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选择，所有的握把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当然了，肯定的。我期待你们的作品。你就期待就对了，很好。你先等啊，我先处理里面的这个纹路。哇，做的好棒啊！你们俩太有才华了。嗯，而且每一个方向的握把都有不同的感受。但是里面有脸盆，它能烤吗？可是，但是没有想到是里面没有脸盆。这里露出来了。
哎呦，可以啊，这不做出来了吗？而且做形状还非常好，对对吧？特别工整哈。初学者能做成这样，真的不容易。哎，关键可惜我那搪瓷盆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可以烧了，来吧，走。失传已久的技艺，朋友们，你们有幸啊，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欣赏这个物件。真的，这就叫向往的家。我们要不要去骑步步？好呀，我们可以坐一辆吗？好。你们干嘛去啊？我们想要去骑步步。哦，好，注意安全啊！注意安全啊！好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慢慢啊，你抱好我。你能不能抱下面？对。你看我们这个多慢，这是安全驾驶。Hello， 你们出发。张小姐，请问这个速度您觉得还合适吗？我非常满意。车内空调温度 OK 吗？这种夏天的自然风，我觉得特别的好。啊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。这就是夏天的风。温柔蓝蓝的海风，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柔山的风，吹成了山峰。为什么你不在？问山峰你会回来？树是不是那个千年老树？不知道，但它看起来挺孤独的。好喜欢骑电动车啊，这种感觉好舒服。而且可能真的只有在这里骑才会有。对啊。会觉得放松吗？这样，一般其实能发生到骑车这样的事情，感觉都是在拍戏的时候。但拍戏压力比较大。对。笑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。哒哒哒，纸飞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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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片漆黑的银色太空，不要怀疑我，真的就星星月，人吗？啊，轻轻再见我寂寞的回首，
人类世界的生命延续啊，托付着我的平凡的手里。哦哦哦哦，今夜要和我交锋，我有绝世的武器来了，就要发射太空弹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人类希望的太空弹，小心我的太空弹，我也会唱了，我后面我也会唱了，就要发射太空弹，那超人就换面了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人类希望的太空弹，小心我的太空弹。这首歌赢了，这首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空弹太吓人，太空弹这首歌已经很难超越。会想到一首民谣，你会吗？不会。就要发射太空弹，何老师在这酝酿感情，走过去一个就要发射太空弹。回到沉默的五月，阳光它照亮了西河，流溪乘着大风吹，就要发射太空弹。从不敢和你说，仅有辆进城的公车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晴朗蓝天下昂头的笑脸，还顶住了，顶住了压力，顶住了压力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要发射太空弹。宇宙无极的太空弹，钟声敲响了日落，就要发射太空弹，白油路越过山坡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一条通往北方的，就要发射太空弹，长大后也未曾经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爬满青藤的房子，我就要发射太空弹，屋檐下的邻居在黄昏中飞驰，我就要发射，发射太空弹，哦，太空弹，我太的太空弹，发射的太空弹，发射太空弹，耶耶耶。发射太空弹，太空弹，太空弹，爱很简单，太空弹，爱的太空弹，还算是话。伍佰老师不知道他自己跟赵雷合作过这首歌，所有的歌都可以用这两句来唱。对。我要发射太空弹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，哦，爱情来的发射太快，就像太空弹，离不开太空弹就很危险，我要发射弹，我要发射弹，我要发射太空弹，太空弹，太呀太空弹，我要发射太空弹，宇宙无敌的太空弹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颗太空弹，她今天就要发射。有一个姑娘要发射太空弹。
全都疯了。这歌是挺横的，太横了这歌。那个左小祖咒，走喽。去哪儿？妹妹。哎，你们几个带着巴图，把呆姐这旁边荷塘摘点莲蓬，我一会儿可以吃莲子。好，好，我去。哎呦，真好。走。采蘑菇的小姑娘，老大娘。哎，你看这荷花。背着一个，哇，漂不漂亮？完全是画。姑娘，我们来啦！好的，这必须得拉着手一起下。哇！哇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一定不是老天的活啊！哇！哇！加油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哪笔我扔给你。好。漂亮。公公，每一个都送，再来一个，特别棒。就是你一到出门，我有紫外线过敏，要搬东西我腰不好。那洗蘑菇我可以啊。来一下，黑白相间。谢谢你啊，谢谢谢，今天难得见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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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个菠萝酒厉害了，欧了，这样肯定很香味。拿回去，这个是等于下一季再喝了。对，放在这个窗口吧，好看。好，跟他们别的在一起点。哇，这个好好看！我的梦想就是开一间花店，会实现吗？不知道，我希望可以实现。会的，谢谢。哇，这个好好看。嗯，长得好特别啊。可以摘一点玫瑰。好啊，走。我送你教室教的玫瑰花。这俩真是站那儿就是风景线。对呀、啊，看到就觉得心生美好。真是。感觉可以做一朵大的。好。玫瑰花比较难，感觉它那个，它是不是带刺儿？那个。小心拿哦，有刺儿。花的小姑娘回来，哇哦！好，可以可以，够了，我觉得。霍哥，你能给我跟峰峰录个视频吗？啊？你能给我跟峰峰录个视频吗？分工类的视频。你可以给我跟峰峰录个视频不？我以为行。哇，现在的光简直是黄金光。哥，你坐那么近，你简直，你该不会误会他们是在为你演唱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总要有个人看着机器啊。啊。一二三，
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窗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哦，好，再一次。一二三。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，穿过耳朵，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。七月的风懒懒的，连云都变热热的，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。哦哦耶耶，气温爬升到无法再忍受，索性闭上了双眼，让想象任你改变。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，听到心跳。你光照着他脸上，哎呀，真漂亮，真美好。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，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，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。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，穿过头发，穿过耳朵，你和我的夏天风轻轻说着。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。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。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。为什么你不在，温柔的风你快回来。呀呀呀呀呀呀，真唱完了，可以可以，哇，太好听了，太美了！刚才他们俩一张口的时候，感觉被整个被融化了。他们俩声音特别干净，对，就是一个少女的那个，太好听了！天哪，哇，太好听了，感觉被整个洗礼了一遍。哎，你们真的是抢了那个黄金光，现在没有了，嗯，那光就不见了。闪过的发。有的太嫩的就不要了。好，给我拿一个，谢谢，我这差不多了。何老师再来一个靠谱点的，这个靠谱，谢谢。看到有黑的，这是你的最后一个吗？对，我把这收下。收工，我收了。放，哇，好看，小捧花，送给你。送给你。没事没事，你们留着。我可以拿走吗？可以。我去搞一下他们是不是要收拾什么盘了吧。好好好。他有让我想打喷嚏。打。哎呦。哎呦。把乱炖做上。
预判油烟，会自动打开和调节，双腔双吸，一秒控烟。咱们就别做太辣的了，一点点辣，行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欧阳娜呢不太能吃辣。行，不用辣都行，一点点吧，都行。喝，还可以再来点油。这个往里倒吗？倒。是什么？啤酒。你就得用酒煮它，不然的话这玩意儿腥。哎，这龙虾这么多，我今天晚上就得展示一下我的绝活了。哎，我真的超级爱吃龙虾，我可以起菜了。我来收拾桌子了呢。对，吃饭喽。我这红烧肉也差不离了，把这汁一收，完火。哎，这红烧肉绝对好吃啊，绝喽。最后炒个青菜，这是给你炒的不辣的。哇，谢谢张老师跟我说，说他给我炒了一个不辣，我好感人，好感人是不是？搞定了，哇，要了命啦，又要了命啦。哇，哦呦，这也太香了吧。哦，吃肉肉。哇哇，吃饭饭喽。啊，欢迎在丹珍姐是三次来到项目，谢谢啊。巴图也是三次，嗯，赫赫也是三次，而且是大结局。今天那我们一起来说三三三。三只船，三个叔叔来划桨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，看谁先到桥那边。好嘞，好好好嘞，来，请三三三，三只船，三个叔叔来划桨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，看谁先到桥那边。好嘞，好的。哎呀，我跟着大家居然也念完了。刚才标准的滥竽充数，一堆人在里边，只有一个人念的对。姐，偶像真的是我的偶像。今天我在您身边唱歌，我紧张啊，饭都喷出来了。我在您身边唱歌，我。真的，我的天哪！奶冰，嗯，对，娜娜，对，娜娜还要欢迎你，娜娜也算是我们自己家里人了。明年还要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明年还来啊。好，嗯。哇，开心了！我找你，怎么没事啊？回头看一下，回头来。哇，哇，快看，好漂亮啊！今天，哇哇。这是《笑傲江湖》啊！哎呀，好漂亮，完全就是一幅画。这本季最佳。哇，漂亮吧？绝了！太漂亮了，真的是。哇，我的妈呀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，我想哭啊！太好看了。哎，真的，多美的国家呀！真的啊，丹丹姐，最美的国家，最善良的人民。对，真的，我每次想着我就。丹姐看到这么美的风景都感动了，我们又哭了，哭了，感我也感动，被风景感动哭了，被风景感动哭了，我真的对，懂，我懂。来来，国泰民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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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祖国更。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。哎呀，真好，让人感动。来，哇。
还吃吧、哎。这里边有各种东西啊，可以盛了吃，肉丸子啊。OK。嗯，这不是要了命，就是这味儿哈、啊，就是这味儿。哇，这个汤，我的妈呀！嗯，哇，这个肉在饭上太香了哈，人生就是人生真谛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土豆巨好吃。哇、哦，嗯，王磊太能干了。嗯，如果是30年前，不，40年前，假如我可以重新再来一锅，我一定找你这样的老公。哇，这个评价非常高。哎呀妈，这评价太高了。哎、从我来，他就在做饭，这两顿饭真的，我绝不找巴图和他这样的。嗯，捧捧还有待于进一步看，还能发展。我给你盛一点东西啊，盖在上面吧。完了，上一期这个是我跟鹏鹏都不吃米饭，结果因为这个，你一勺我一勺。师哥，不是、哎、，brother together 好吗？哎，灵魂的一勺。完了完了，你们向往的生活是向往，真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，你一勺我一勺，对你一勺我一勺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怎么个办法？要了命啦！还有谁？就没有已经比这更哎疯狂的事情了？我觉得，这个米饭，这个红烧肉，这个汁儿。如果回到35年前，我是个女孩。嗨，我又让你还没生呢。对，那会儿黄老师也才10岁。太复杂了，太复杂了，这个太香了。哇，真香哈、啊！真香，我都好久没吃米饭了。你好久没吃米饭，你都没瘦啊？我这次。于健，你是比几年前？你怎么这么坏呢？我真的。哎呀，这一份疯狂。对，先打个底儿哈，管他呢，不管了，先打个底儿。还有饭饭啊，还有饭饭啊。完了，这米饭又来了，完了。再来一口，来吧。就一口，来吧。对，我给你弄。你不好意思自己上手，对不对？就一口。绝了，就是一口吗？什么样的嘴能吃下这一口、啊？哇塞，他又来了一碗，呵呵，吃，拿勺吃喝。我一年就这一次。不用解释，你今天随便吃。我跟你讲，就你这身板儿，你不吃个4-5碗，你都不是个男的。吓人！你作为男子汉，你是要逼死？你还干了一天活，你逼死你整的那么一口，明天早上起来，我可能会变那么大。没事儿啊，能怎么样啊？你说，当然，儿子，咱们就不做男的。你看这一碗。对，我吃了好多小龙虾，全是壳，显得我吃了特别多。其实我根本不是个男人。来，鹏鹏，红烧肉和米饭真是。
做个男人快。做个男人吧，做你的男人，24小时不睡觉。丹丹姐是每一句话都可以唱出来。哎，你刚一夸鸭子咖啡了。鸭飞了，人民的解放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来的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。我知道你们在哪儿啊？你先看一集。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，又见炊烟声。那烟是咱们家冒出来的吗？烟家的。每一天都是春暖花开，国泰民安。春暖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。每一次都能唱出来。那个他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啊，小伙儿是刚呀刚出头，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，正赶上创业的好时候。我怎么也会唱这歌呢？我小时候就听收音机，就老放这歌。在那1953年会吗？这不会啊。你不会这个？我不安阳版戏我就不熟了。我小啊，我是83年。真小，我的妈呀，83年我都23岁，你才生。老师，你83年？对啊，他哪能83年？83，你问我属什么呢？你肯定不是我，抽你。终于意识到了。73年。我71年。啊，你比我小11岁。83年，我们就是咱们一人往下收一轮嘛，这样属相不容易错。行，这就那我就现在才48呗。对，你这样，你问我一下，现在丹姐你多大？丹姐你多少年纪啊？啊，我48。哦，你属什么呢？你怎么这也卡着？等一下，属耗子。先说48是哪年呢？你等一下。啊，再来一会儿。啊，再来一会儿。哎，丹姐，你多少年纪啊？啊，我48。是1990几年啊？把把都卡，讨厌，把把都卡住了。重来，72年啊，数数，来，嗯。丹姐，你都今多少年纪啊？我48岁。啊，几月啊？太坏了！你准备的答案都没准备好呗？你几月你还按原来的月份？我现在你没有出路了，已经没有缝了。你今年多大年纪啊？我48岁。哦，那阴历是哪年啊？关键你是1972年48，对不对？你生年礼拜几啊？你知道你礼拜几啊？我知道礼拜三。礼拜三拉清单。你也不知道礼拜几，但你得一脸认真。你也不知道礼拜几，但你得一脸认真说，我知道礼拜三。对，好了，没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想不出来了，没法无缝的连接。来，你等一下啊。预备，开始。丹姐，你今年多少年纪啊？我48岁。那属什么呀？属鼠。那是哪年啊？那个是1972年。对，礼拜几啊？礼拜三。啊，你生几点生的？我是8:25。哟，呦，你那么清楚，肯定自己编的吧？太绝望了！太讨厌了，这人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来，爱你。嗯，爱你，锦州，爱你，蕾蕾。忙你，爱你，赫赫。赫赫和丹姐都是我们真的快乐的源泉，真的是。谢谢你们在最后一季让我们来收这个尾。哎，咱现在立一个 flag 啊，就这节目只要有丹姐、赫赫，每季都来，行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我华没在，所以没办法有小提琴伴奏，但是我们四个依然愿意为大家带来一首《星火烧》。你会唱吗？我还不学，丹丹姐先表演一遍，跟着预备起。星火烧，星火烧，心飞呀，关不住了。爱情在心中大闹，大闹。他说那春天到了，到了。星火烧，星火烧，心飞呀，
关不住了。对，好吗？好，我觉得咱们呀，这样女生一步，男生分两步。好，好吧。好，来过来，我们必须得分一下座位，要不然乱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来，我们三个第一步。我们三个第二步。他们两个第三步啊。好，接下来请欣赏由八人参演的男女生三重唱《心火烧》。来，预备起。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飞呀飞呀，爱情在心中大闹大闹，他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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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飞呀飞呀，管不住管不住了，完美，完美。我们怎么唱三个关不住，你们还不对？他不对，他不对，他只唱了一个。两个，我两个，绝对两个。关不住了，关不住了，绝对两个。然后他俩在聊天笑场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只有笑场。爱情在心中大闹，他说他瞬间到了，我们只有笑场。丹丹老师，他俩笑场，我们两下绝对两下掉唱歌的时候怎么不认真呢？我觉得你们俩唱第一步，你们三个唱第二步，我们唱第三步，好吧？没问题，来唱三个关不住关不住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没问题。嗯，那也可以，就第二步，关不住，关不住，没问题，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来，重报。好，回忆清零。接下来，请欣赏八人参演的男女生三重唱《心火烧》，创意指挥宋长英。心火烧，预备。人家一嘛，不是我给他起头。我们会唱这么半天了，能不会？来吧，请欣赏。接下来请欣赏。不就是八图会这歌？好。接下来俩得一起。不要再聊天了，我们都已经上台了。演员们不要再聊天了。操心的一个个都开演了，你别跳，这纪律太差了，这个班。来，安静。欢迎各位来到西双版纳景洪漫远村告别文艺晚会。接下来请欣赏八人参演绝不笑场的男女生三重唱《心火烧》，创意指挥宋长点。老师是你先笑的，太难了，人家报完幕你再说话。不要笑场啊。然后我说心火烧，心火烧，预备起，你们俩在唱。好好 好, 好, 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有点傣语的那种感觉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在这个美好的夏天，欢迎大家来到西双版纳景洪市漫远村告别文艺晚会。接下来请欣赏由八个男男女女参演绝不下场的男女生三重唱《心火烧》，创意指挥宋长英。辛苦，难搞哦，绝不笑场，很难受，没脸，难搞啊，好难搞，自己，不会说普通话了，乖乖，搬山搬山，来来来来来来，三亚马达，好，创意指挥宋长英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预备起。心火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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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火心火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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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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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算是这么好的耶，做得好，鹏鹏，太棒了，我们太紧张了，我手心全是汗呐，手心全身都是汗啊。
哎，拼一次八重唱，拼一次好吧？鹏鹏第一个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样，我跟鹏鹏换一下，我第一个，要不然鹏鹏容易错，好吗？啊、哦，好，好，发图第一个。我像我这种音乐课代表没有问题呢。音乐课代表。来，预备。好了吗？盗墓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八位将在全国电视观众的注视下挑战人类极限八重唱。您听到的是一个从未彩排过的版本，有可能像吵架，但确实是表演。好，好，请欣赏八重唱《心火烧》。预备，起。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火飞呀，管不住呀，管不住呀，爱情在胸大吵，大吵，老了。心火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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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飞呀，心管不住了，管不住了。你肯定唱的不对，因为我关不住，我数着呢。巴图在那一直辛苦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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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没唱词儿。巴图，你的表现太让人失望，把你取消第一名的资格。你要拿手数着，七个，你要唱六个，关不住。我知道了，我就想说一下，我这个音乐委员才当了五分钟就被骂下来了，感觉心里不是特别好受。给你个机会报幕，来。啊，我报幕是吗？好，好好报幕，先说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下面请听男女生八重唱。叫什么来？烧，心火烧。嗨，朋友们，加个油，预备起！预备起！心火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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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是完美的吗？可以，超完美，超难搞的都搞定了。哎，超难搞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好刺激啊！在心中大闹大闹，这个歌特别神奇，洗脑。对，有的时候你就会想想唱。对对。太空蛋，太空蛋要发射，管不住了。或者说，你说，要发射太空蛋，太空蛋，管不住了。宇宙无敌太空蛋，现在就要发射了。太空蛋，太空蛋，太空蛋，管不住了，要发射了。星火烧之太空蛋版。我们再发明一个新的版本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半拉，和那半拉是两重唱，但是像吵架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你是好，你是你，你们俩先示范一个，对，预备起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火烧，心飞呀，我多唱一点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很难，这个好。来，来厉害一点。假装无意啊，假装无意。我先开始。来，我是被他打扰了，我唱的好好的，表演他打扰我就生气，我就生气。预备，起。嗯。没有，这是我表演的一部分。啊，再来，你再把表演给我加上。
突然想唱首歌，哇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夏夜想唱一首《星火烧》呢，而且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会唱这首歌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。那我现在唱起来喽。心虚的。星火烧，星火烧，星火烧，心飞扬，管不住了，管不住了，爱情在心中，爱情在心中，大闹大闹。他说那春天到了，到了。星火烧，星火烧，星火烧，心飞扬，管不住了，管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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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数八个，你能不能多唱一遍？你唱错了。我们就不演了，你们俩就够了。观众朋友们，一整晚就是这个内容了，好吗？您可以换台，然后或者关电视。你们要后边没有别的内容，收视率骤降，分两版，有料无料版，有料无料。It's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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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对不起，算了。他的芳名都成。我的热情，哈，好像一把火，嚯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沙漠有了我，等会儿，沙漠呢？沙漠有了我，宋丹丹，你给我，到底给不给？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来吧，我们代表这一季被黄老师喂饱的、喂美的这些来宾们、客人们，敬一下黄老师，好吧？哎呦，太开心了！因为在这个地方做饭更是辛苦。哎，我觉得就是你们这个向往的生活，由于你们使用个人魅力哈，招来那么多四面八方的这个行业里面的。你是意思节目平淡无奇？对，还对。但是我们要敬所有参加我们这一季向往生活的嘉宾们，对这一季真的就靠着大家伙支撑着。尤其我们这一季啊，是在疫情期间开始的，不容易。现在当然已经好转很多，那谢谢大家，真的。对，这些嘉宾们真的，而且这一次在疫情之后，带给我们太多正面的、善良的那种能量。昨天老狼留的那句话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他说，在这个艰难的日子里，谢谢你们带来了这样的善良的、美好的东西。我2020年要做一个像黄磊、何炅一样善良、美好的。哎呦，我听他念的时候，我特别……虽然我知道我回去就会见到他，马上就会跟他约小酒，但是还是感觉真的，狼哥，我以前我是录这节目还真没那么柔软，我现在可能是也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柔软。你太老了，现在。你不用强调这么清楚。但是真是，而且还看见他们特别可爱，看见娜娜妹妹他们躺在吊床上的时候，真觉得两个女儿躺在那里，对，真的美好。我看着两个孙女儿呢。哎，妈。哎呀，好的。可以唱歌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唱 KTV 吗？可以。什么歌？不知道，我瞎唱一个。这首歌叫做《心墙》，让大家喜欢。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回忆就淡一些，还正从眼前飞跃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。
让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也有限。是我唱的吗？这个是。做完了一季的饭，结束了。太辛苦了，真的，黄磊，你太可爱了。不吃了，乖，我来摸一下。又要一年见不到喽。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做你的特别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当我发现你擅闯，偶尔都注意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你要唱吗？我相信有很多像老狼这样，狼哥这样的，像我这样的，真的就每一次来都在感受这种，是没有一个节目可以给你这样的感受，没有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当我发现你擅闯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就算你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好好听啊，八组，谢谢，好棒，八组，太好了。你的心那道墙是什么墙？我那个墙其实是个窗户纸，一捅就破。咱们去送送那个娜娜呗。哇，我的娜娜要走吗？舍不得你。哎呦，两个小朋友也不舍得。不是，他要回去一个月，不知道下次。他要上学吗？没事，很快你们会见到。你们会在北京再见的。宝宝，哎呦，哎呀，宝宝，宝宝，嗯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太开心了，嗯，还好我多留了一天，对，不然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太好了，嗯，对我们两个之间，哎呀，大家欢送我太开心了，哎，何老师，哎，我不是说我要带那些伞回去吗？对啊，我再帮你挑，那比，哎，那比，就这一把最美，行，是不是？而且它是新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还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？我想把峰峰带走。谁？哦，走吧。这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我要留着。但这个可以，我们共享，好不好？共享，共享紫峰。哎，我其实还想再拿一个东西，就这双拖鞋，我穿了2-3天了，我能拿走吗？当然可以拿。这个迅姐也穿过，周迅姐也穿过，同一双吗？同一双，同一双啊！好了，也不要亲她了，好了。来，哥，我好了好了。我那个永生免费的火锅。OK 了 OK 了 OK， 永生免费，永生免费。你等我到北京呢？好啊，好，我们加微信啊。哎呀，师傅。哎。把北京不醉不罢休。拜拜！哎，别送了，你们不用送了。没有太多想说的，就是爱大家，我的何老师，我的小小风，我的师哥，我的师父，这个夏天的风永远不会忘，也希望一直不变。谢谢你们陪着我哭，谢谢你们在我难受的时候抱抱我呀。2020，我要学会爱自己。没事，我的娜比，嗯，谢谢你来，嗯。
对。你不要这样，好像我很矮，我只是因为站着。啊，对对对，好的。啊，师哥，来，我们也抱一下。好，嗯，好，嗯，好，不把你带走，只要你一起上车好了。好了，拜拜啊，微信，微信啊。好，拜拜，去拿好了。拜拜，嗯，好，好，拜拜，来，拜拜，拜拜，爱你们，爱你，拜拜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给妹妹找她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妹妹她这个年纪有她自己的教育需求，她有她的表达习惯，但是她永远不管是拍戏也好或者怎么样，她都是跟长辈在一起。嗯，然后她同龄人，因为她又没有怎么太多在校园里面，所以她就缺失了这样一个同龄人的陪伴。然后静怡呢，跟她相处也很好，但静怡呢又是一个很害羞的人，所以他们俩还没有，就是可以相处，但没有碰撞。嗯，但哪鼻就是真的，就是我觉得他们俩彼此激发。对，因为这两天妹妹也不一样了，我就觉得特别好，我就觉得特别好。所以我刚才就是他俩一抱吧，我就有点，就觉得特别幸福，就觉得哎呀真好，就是两个可爱的人在一起变得更加可爱。人生是不是？他们现在好像个哥哥呀，嗯，好像个哥哥呀，今天对，怎么很像个哥哥？一直以来都是，真的真的，你突然像个哥哥了，对、啊，因为妹妹自己有自己的朋友了，所以不用把你当朋友，你就突然变哥哥了，你懂了吗？是啊，像吗？不然的话，你就是有一种，还要就是跟妹妹打闹，就是做一些不合时宜的表演。原来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妹妹没有朋友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没有了。谢谢哥。但我真的觉得是哪比这次来，他自己很开心，这当然是最重要的。但更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，我突然发现我们就给妹妹找了一个好朋友，这个很好，这个真的特别好。因为嘛，人生短短几何秋，啊不为不满。对，一切都会好，好的。哎呀，晚安。哎，贺哥，平常在家里都干啥？陪孩子，玩电脑、看书什么的。看书，推荐一个软件给你。哦，是吗？可以啊。鸡猫免费小说啊，它重要的一点呢，它所有的小说从头看到尾，每一章都不要钱，全是免费的，进来什么全能看。嗯，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还可以听、啊、就是它可以免费听书，可以用各种声音来。可以，这倒是不错，非常人性化啊。没人不喜欢惊喜吧？悄悄告诉你们一份惊喜，想知道是什么吗？上京东，进入到特伦苏官方商场购买产品，超多惊喜福利等着你，可千万不能错过，快去看看吧。向往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5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天猫，下载天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 5G 手机，逛京东开启向往的 5G 生活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名师有大招，解题更高效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特伦苏冠名播出的向往的生活，向往的生活从做更好的自己开始。向往的生活官方指定座驾东方轰达全新 URV 进阶不凡，向往的生活美食创造官老板电器中国新厨房老板四件套，向往的生活指定产品道道全植物甾醇压榨菜籽油，让饮食更养生。向往的生活官方全猫粮品牌麦富迪，麦富迪全猫粮有猫有狗就有麦富迪。
曼远村的最后一步。你好，这早上一睁眼，活动活动，突然跑了一圈才出来。你这个速度可以的吧？可以。这儿跑了也有五六十公里吧，每次跑步都很痛苦，跑完了就很幸福。让你觉得快到五十岁的时候，虚度光阴，不辜负时光，做更好的自己，做更好的自己，更好的自己。带了奶没有？哎，谢谢，太棒了。跑完了，喝点特仑苏，补充体力，补水分，补蛋白质，关键是补充营养，让自己跑完之后体力快速恢复，不疲劳。小村庄啊，我们就要跟他们告别了。向我的生活首席合作伙伴小米十五 G 高端手机，一亿像素更清晰。向我的生活官方智能助手小度智能屏，小度在家，陪伴在家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亲猫，下载亲猫免费小说，免费看书100年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换五 G 手机逛京东，开启向往的五 G 生活。向我的生活官方合作伙伴作业帮直播课，明室友大招解题更高效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待会儿见。特伦苏，向往的生活，现在继续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芒果 TV。香香，香香，我不吃，我刚跑完，吃不下去。香香，香香，我今天要走了。宝贝，宝贝，谢谢大哥。他为了不理我，强行跟弟弟交流。我们今天录完了，离开这儿了，离开了。谢谢你们啊，照顾我们。有时间了啊，一定要找机会再回来。大侠，拉拉手，拜拜了，拉拉手吧，握手。哎呦，让我啊，好，让我看小，这是妹妹还是弟弟呀？妹妹啊，哦，你喜欢妹妹吗？太可爱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香香。